妈，大家以前看我的视频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啊，我给女儿编的头发都特别好看啊，经常徒手就编一个，想让我出一些教程。当时我就回复的很多朋友说，等我搬家了，搬出来了，稳定了以后呢，再给大家出这个教程。那么今天就是来兑现这个承诺的时候了。好了，今天给大家出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，但是编出来又特别好看的一个发型，来跟我来吧。首先呢，有请我们的小米小朋友，让他出场。来，小米，乖乖来，出来来，妈妈给你梳头发。我戴上茉莉吗？可以，戴上茉莉来。茉莉，我要梳头发了，我要梳头发了。哎，我的头发很乱呢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疯子出场来。等等。看看你的头发有多疯啊！没关系，待会妈妈梳完了，你现在有多疯，妈妈给你梳完以后就有多漂亮。来看看，啊，我的天啊，这个发型。好，来，请我们的小朋友来上座来。我妈妈也很，我在梳头发夹里呢，我妈妈是这么对我梳。给你梳个头发啊。圆圆，我叫小圆圆。好的，你别动，我看看。别动啊！看看头发乱成这个样子，来，妈妈有妈妈的办法给你梳的漂亮哈。你知道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小首先呢，我女儿现在不是头上长得有水痘吗？我再给她再喷一下。边梳头的时候就刚好给她喷一下，头上哪里有痘痘就喷一下药，这样不会痒。摸一下，那痒痒不痒呀，小米？不痒啊！来，头稍微低一下，小米，乖乖。疼不疼呢？不疼呢。只是有点感受吧，第一次有点疼，第二次就不疼。不是第一次这样，是第一次不疼，每天都不疼。这是湿了。哇，是真的。我把我们的头买到就，不然就不好。你还记得我的手表在哪吗？我还记得，就在我桌子上面。好嘞。我昨天还没有搞定，到现在还没有搞定。你别一直问我就知道。就是。如果十天真的搞定的话，那我就找不到了。然后呢？但是我不会改。来，我们再过来这样子，稍微倒一下啊，别看，啊，先梳一个，哇塞，就梳一次头发，随意，不用太在意。然后就开始编那个武汉话叫蜈蚣辫，但是好像专业术语是不是叫鱼骨辫？兼三缕、三股。然后呢，这里再加上一股加进来，头发这边相等量的再加一组加进来。我再也不想再从头开始，这次是再从头开始我不要啊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再加一股。一定要手要弄清楚，就是手的时候，加了辫子的时候一定要。不能有多的，就是要残留的。你在和他们说话吗？对，我在教大家怎么样编这个头发。再这样。去不不提提提，我是一朵。我要给小狗狗做小布鞋了。哒哒哒。我看，我不能看。等会看啊！不能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不然我妈妈又要从头开始。我已经和她说话，不要再从头开始了，不然浪费时间。好的，来，你看，这里差不多到这里，随意。好，你可以自己决定，
差不多就可以开始，不用加辫子，然后继续三股辫，就是麻花辫就开始来了。但我的妈妈，你知道我的妈妈鼻孔比我更大一些。小米，能不能说一些好玩的事情？好的。这是书。但妈妈说我的鼻孔很大。这个世界一直都你们能不能说一些这个正常一点的事情啊，就是女孩子在说的小公主啊什么的。对啊，我们这边喜欢大鼻孔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有大鼻孔。哎，那我有好小的没有大鼻孔。那小米整个都比你大一号。哎，他个子都比你高。哎，是的，但是他的鼻孔有点偏大，一点点啊，不是很多啊。我，哎，你是一米小，我是一米高，你妈妈你是一米，我是莫伊是一米，这样子一，我是这样子就大概就是这样。如果想要蓬着头啊，就是武汉外婆啊，就是普通的这样散着，但是我要扎起来。但如果热的话呢，就可以把它扎起来，就这样。扎起来。这样子，我给大家看看。啊，小皮筋，等会。哇，这样。对啊，后面看起来比较像公主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来，小米，来，你头转过来，来，哎，对，就这样转过来，很好。然后有一个这样的小皮筋，这样，基本上就可以徒手了，就直接这样扎起来。你是一米一，我是一米二。没有，我比以前长得更高了。但是我们假装是这样，好吧？一米一，一米二，还有你妈妈是一米三，我妈妈是一米四，因为我妈妈比你妈妈更高一些。哎呀，没有什么比的啊，就这样你可以，每个人都高矮嘛，这样。一米一，就完了。一米二，一米三，一米四，嘿嘿。茉莉，我又开始跟你妈妈玩这个台球。我是想说，这样是最简单的。我要说。就是你即使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个拆开，然后这个不拆开，那么你睡觉起来这个发型都还是应该还能保存好的。因为今天晚上小米的爸爸把小米接走，所以我给他梳一个这样的发型，这样的话应该还能撑两天，他就可以不用，他爸爸就不用给他梳头，也不用担心，是吧？是，但是是我养。你养的话他跟你把头发那个包他自己手摸，然后用药喷一下，好吗？好的，我说，拜拜。怎么样？大家看清楚了没有？是不是很简单？今天先教大家这个简单的。以后呢，下一个就可以教大家升级版的这种简单的，然后后面再加一下会更好看，基本上可以每天一个发型，一个星期是不重样的。关注我，你会看到更多。关注我，大家一起学习。